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何关啊！你们的床铺好了没有？枕头摆正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咱们就开始上车。第一局，主视角玩家 ID 叫你好骚年，378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。这里三个魏国啊，看着选吧，都可以啊。什么邓艾、李典啊，李典、荀彧啊，李典。邓艾可能不会选邓艾荀彧吧，别的应该都有可能。最终还是邓艾李典发车。哇，骑手这个手牌不是给李典准备的吗？但是位置比较靠后，能不能抢到手量，能不能活到你出牌，这都是个疑难问题啊。好，这边这个人直接照着远位秦哥哥啊，一发决斗撸过去，然后又捅了一刀，这个非常的像魏国啊。暂标飞舞，各种聊骚啊，表示谁都不惧的样子。这种人魏国的可能性很大，大家见的都比较多了。九连宝灯啊，九连宝灯不知道他也是魏国的还是不敢去惹那个人，表示那个人太虎。好，顺了一下三号，顺下三号来看咱们，看咱们就看呗，还用得着使用加使卡吗？加什么使啊？不好看吗？好，看一下主将。好，这边默默扔了一个南蛮，有可能是吴国啊，偏吴一点。好，这边吕蒙直接出来蹲坑，哇，你们出来直接蹲坑，因为三号如果不是吴，他就算不想放他也可以留在手里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好，这里由于吕蒙抢了手量，所以咱们暂时好像也没有什么量的必要了，跟代王看我弟。好，他放了一个南蛮，当然他放南蛮和是不是就非吴这个不一定啊，就只能说你不放有可能疑似吴，因为路人还很难讲，而且有吕蒙，你放也就放了，吕蒙又不缺杀。好，这边主视角也并没有选择亮将，这个六号真的是惨啊，骑手没有杀被人决斗，然后放白蛮啊，这个就非常的尴尬了，直接一个四血五将掉了两血，还撑不起血线了。好，忍一手，再看一看，其他人会怎么搞。这边这个非常骚浪剑的人，哇，他竟然是个吴国，吴国也这么浪的，好，果然是浪啊，直接就出来把祝融勒住，表示我要跟吕蒙开团，你开啥子团啊？你能开起来团吗？你这不是给吴国拉嘲讽吗？本来吕蒙就够嘲讽的，好，乐了一发还没乐中，人家祝融出来肯定要干他们了。这边出来一个孔门，孔门之后这里你可出可不出吧，随意选择，因为场面上已经两个吴了，有属有群，你可以出，应该也是暂时是吴国嘲讽，当然你不出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这边还是姐妹花，怪不得这么浪，姐妹花你也没有真的天香牌是不是？啊，这边捅了他一刀，他留一给八号，八号躺枪，你不会去杀吕蒙吗？他可能觉得吕蒙有神，哇，这边这个还真的是吴国，吴国直接瞬间秒开团儿，啊，父亲在上，宫女在旁，老婆归我，啊，直接去找这个大乔去了。好的，铁锁连环，好的，并没有去连这个孔融，看看这边，哇，吕蒙是撸大师，哇，这边是要倒霉了，不知道，先看他怎么打，远交进攻一下，可能是要撸这个孔融了嘛，啊，直接顺孙坚去了，顺孙坚的意思就是要撸孔融了，对不对？火攻，以火攻之。好，躺枪，这就别给他忘戏了，没啥意义。十个桃子，再拆，再撸，这是丧心病狂啊！你说一个过拆，一个过拆是一个顺手拳，撸到这个孙坚头上再撸一发，真的赚了吗？你们觉得真的赚了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没赚多少，反正孔融是哭了，哭了再好，还好他添堵了。这孔融对吴国的仇恨肯定莫名的大，但他想报复没有牌，也很难报复。哎，这边夏侯渊、徐晃也出来表示开个团，能开起团吗？但是你可以冰鲁肃，好，而且手非常长，连这个大乔也可以冰住。顺序是对的，最后用负一马去冰。好的，这边找找牌，对吧？当然咱们不太需要减一马，因为咱们是邓艾，看他这回合启动不启动，还是准备的龟缩一轮。好，并没有选择启动，因为他知道那边是大小乔，而且你杀大乔要留一给咱们下家，下家是什么也不知道。好，直接放一发万箭。他也不亮将，这个万箭再标飞舞吧，不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明世之风，这个咱们直接给他这个忘戏一波，随便吧，反正对吧？送他牌，咱们也摸牌吧，终归不亏的。反正你也不出来对吧？也不是吴国，这边一个乐不思蜀啊，然后还有乐两发乐，我说他怎么不乐祝融呢？你咋不乐孔融呢？乐个夏侯渊干啥？就怕夏侯渊兵呗，意思就是你神速可以。行吧，但是孔融这回合要对你们进行打击了。祝融这个体位
又不是黄月英，是黄月英那会儿就亮了，有可能是庞统吧，要不然他把女的摆后面干什么？防穿心嘛，表示。瓦连弩不能给他，机智的留了一张杀，连弩是肯定不能给你的，杀一刀咱们就当郭家玩了，是不是？反正这个夏侯渊要足了，足就足了吧，无所谓了。但是该救还是要救一下，能救还是救一下，毕竟那个鲁肃被冰了嘛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有桃之前自己吃一波。这边祝融很像这个庞统，孙坚很像僵尸啊，两人都在防穿心，是不是？好，冰柱，看他这回冰柱，他要是强行撸，就得把自己八卦阵弄了，还有加一马，他舍得吧？好，并不舍得，并不舍得。你这边吕布直接亮将，干他们杀呢？好，有郭差也行，拆了这个大桥，拆了大桥，拆掉一发决斗。然后就没有了啊，他肯定是要把手牌用光的，因为鲁肃已经撸过他了，他不想再吃前车之鉴啊。这边也是贝勒，他也并没有选择神速，哎，其实神速吧，就能杀一刀就试一刀。咱那边有个八卦阵，他可能也是，哎，不太想神速。这边看他怎么搞，是决定准备突突一波了，还是怎么着？被无懈了，吴中啊，反无懈，主要是你看这手非常长，长的一匹，你知道吗？贼急而长，把他的这个八卦阵忽悠过来，是不是又不打算动了？又打算再隐忍一波，好，还是杀了一刀，选择去杀鲁肃啊，行吧，选择去杀鲁肃，他可能是想直接看看能不能突突死鲁肃了，结果呢忘戏了一波，也没有杀，那就算了。要是能这个来杀或者进攻牌，可以继续搞鲁肃，结果这边跑去打魏，这是什么套路？这是什么套路啊？你是蜀群吗？还是一个吴国中树流还在这中树不出来？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这个打魏就突然之间就很有点莫名其妙啊。好，这边说还有个吴国，还有个吴国你就亮了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亮，解刀杀人。这个邓艾手就是长啊，非常的好，可以顺到鲁肃那么老远。亮兵器吧，亮兵器吧。由于咱们有这个邓艾，他不一定会撸咱们，而且撸就撸吧，那真撸也没有办法，就一个桃子嘛。保佑吴儿之基业。吴儿呢？吴儿在哪里？杀一刀。好的。主人微微一闪，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不杀我的错，不杀我之错也。来来来，拿去拿去。这边可以考虑撸给大小乔，他选择撸给孙坚，他怕大小乔有桃吧？好吧，但是你撸给孙坚的话，孙坚用牌能力过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牌其实撸给大小乔可能更好一点。这边一发万箭把桃子撸走，徐晃足，徐晃足足足。这个八是肯定不会救的，他都打了，他还能去救吗？不吃饱了撑的啊！这边不看八卦了，直接屯田。一会儿万一天度了，或者是怎么着，吕布有办法能把咱们搞出来，咱们可以这个爆一波，来吧，凤雏岂能消亡？大概率是了，不是又要凉是不是？好的，凤雏岂能消亡？有没有无懈？好像没有。你如果有无懈，到孙坚那有无懈毒条，他如果涅槃了，在这边再去杀一刀孔融。孔融，孔融，孔融让梨，能不能？虽然你被乐，能不能摸个无懈吧？无懈让出来，是不是就非常的爽了？感觉好像并没有的样子。咱们也被乐，他直接扔给了这个孔融，啊，不是扔给了这个祝融，两融，两融合一。哎，然而咱们运气非常不错，天度了。但是那就会要不跟他们客气了，不要跟他们客气了。这边直接把大桥顺光，啊，还有一口酒，哪里走？这个八号也要顺他，反正不是自己人。谁占到先机，谁占到先机，谁就胜了。他并没有去顺鲁肃，他觉得鲁肃说是个傻，随便吧。为天下苍生，这边直接启动，看看能不能一波清场，还是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？这边也是僵尸不出意外。这边孙坚有个桃子，倒是好，他还是选择救了一下，随便吧。咱们已经忘一出火攻来了。应该搞定他也不是什么太特别大的难事儿，杀一刀大乔先收掉，收了人头多多啊！你这回你总没有桃子了吧？你总不能忘记出桃子了吧？让我走，谢谢。口太慢了，嫌口的太慢了吗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人，伯符，我先走一步，怪不得上来就各种骚，你嫌慢。好，火攻，红桃红什么啊？你亮黑桃才能活，当然这里可能应该先代劳，先代劳找其颜色牌比较好，再代劳。不过有连弩，问题也都不是什么大事，把这个八杀了吧。杀啊，他选择去杀孔融，好吧，选择了杀孔融。他难道觉得孔融，他可能是不想进四国局吗？就觉得进四国局自己麻烦很大，好，直接一个九杀把孔融带走了，结果又收到一个南蛮，就非常有趣了。乐柱冰柱，行吧，那就暂时先这样。那八号到底是什么呢？
八号如果是群，不还是四国局吗？八号这个鸟人就是不亮啊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亮啊，那谁知道呢？你爱亮不亮吧。好，这边庞统一看这个连弩威胁很大，也把连弩拆了。他这边没有继续放南蛮，因为一是那边僵尸，二是这边祝融，这个八也不能直接打死，所以就忍了一波，行吧。这边庞统挂了个闪电全连起来，也并没有出杀，并没有出兵，表示我只需要闪电劈了你们啊，别的无所谓了啊。这里主视角全留，全留那什么，这里应该留个桃吧，行吧，流沙也行吧，啊，毕竟闪电还没有绕过来，我以为闪电绕过来，如果闪电绕过来要被劈死就惨了，是不是？放南蛮，当然有南蛮刷牌刷找到沙也是问题不是很大了。哪里走？哪里走？对吧？他不是有南蛮吗？他有好几个南蛮了，咱们都给他撸过来，知道不知道啥叫邓艾吗？你不惹我们了吗？没有。好，结果这边是个种树流的吴国，我不知道你们对吴国开团了，你还在这儿，你一个珠联璧合。我去，周瑜孙奔传摸那么多牌，直接电力圣机不好吗？这是从哪儿学的招数啊？如此之猥琐，那你猥琐了，啊，你死知道哪里走？接下来单挑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吧？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了。主视角一直这个把控着节奏，啊，最终还是进入了自己的节奏啊。留好桃子，防止被劈了，别被劈就行了。只要不被劈，一切都好说。拆寒冰面干啥呀？有什么可拆的？你还怕寒冰啊？老老实实拆八卦多好。你想赢就拆八卦，然后杀这个一刀，猎刃来的桃子堵他被劈了，这是你唯一赢法。你拆寒冰是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闪电给他顺了，这回合你拆了寒冰，人家正好有个田，把闪电一顺，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虽然刚才咱们来看确实有两个桃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你要站在你的视角来想怎么赢。刚才你唯一的赢办法就是拆了八卦，然后杀了一刀，杀中猎刃，拿走桃子劈了，对吧？这是你唯一能写的剧本，这唯一能写的剧本你不写就算了。虽然这个剧本没发生，但是呢，你不写就不可永远不可能发生。写了，哎，也许那么时局发生一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要接下来就是啊，就随便了，你可以投了。不须与诸将争功啊！这些吴国，哎呀，真的，其实这吴国阵容真的蛮强的，僵尸猴、大乔、周瑜、孙奔、鲁肃，强行搞输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咱再看第二局吧，管他们呢。主视角玩家的叫那么呆，嘟嘟，二六系玩家感觉他录像，这里选师徒或者鱼鸡华佗吧。最终来了一波师徒，嗯，行吧，司徒，看看给不给力啊？这个我就不晓得了。七号位，刚才那个牌不太好啊，这个牌也不太好，马贩子没时间刷脚气卡了吗？啊，哎，有朋友老问为啥脚气卡什么谁脚气卡几千多，那脚气卡都是我的脚气卡，不是他们的脚气卡，显示的是我做录像是我的脚气卡，我的脚气卡确实好几千，因为我都不用。啊，这边曹仁出来蹲坑，行吧，基本无解，我也觉得蹲坑确实很无解。五谷丰登。打死不听歌，加一马八卦阵。他拿了个火沙，他要干嘛呀？这一支笔都不拿的，这五五还有啥挑的？难道不是拿这一支笔吗？你拿个火沙，你是想干啥？不知道。而且你个四血将，也不是说完全就非得需要一张沙去防御。无中生有，而且你看你还有无中。顺手牵羊，你难道要干啥？要连弩干人家？好，结果顺出来个雕虫小技，还干吗？啊？不敢了吧，我总感觉他是想干人家的样子。行吧，气闪过，好，这一支笔看他一发，啊，他不是蜀国，好的，那就直接上他，当然顺了一下，并不能严格意义上不是蜀，有可能装身份，那这个决斗拍出去了，那就肯定不是了。而且一般就是你要看那等级特别高或者胜率特别高的，就是光普通拆顺一下，这一支笔看完以后你要防着他装身份，当然一般等级低的或者胜率低的就很少很少有装身份的了。当然如果顺完了还去决斗，那就必不是装身份了，就算他是200级他也不可能这么打，或者说胜率特别高的也不可能这么打，顶多就是顺一下，好的，反正一顿毒打，而且好像特别猛的样子，就要干他，一张牌也要干，你要干何必呢？你这么刚干什么？这个很可能是魏国，是不是啊？很可能三号也是魏国，是不是？这就好像能说得通了，是不是？好的，这边荀彧出来出头，顺手牵羊，表示我们大魏对抗大蜀啊，祝融也已经出来了，被乐了，多利猫小肉，
血虎吞狼啊，打一下，杀一刀。你这个怎么打的呀？你不是难道应该先杀一刀，然后再血虎收了卧龙吗？他不是，他是庞统，那没办法，他不是庞统，你不就收了更好吗？不是，把东宫搞一下西狼锤，结果这个魏国真的瞬间开团，秒开团，偷一发。你偷三干什么？三就很可能是魏，你要偷也偷西或者二，是不是？啊，他是原来想去丈八杀那个人一刀，这个戳一下卧龙啊，他是这个节奏。行吧，这边这个人不是魏，他是怕三号闪了，我估计是这么个意思。好，这边直接亮将可以关实行啊，这边祝融的乐给解了，如果没有司马的话就给他解了，应该是好像没有司马，没有司马就给他解了，张角肯定不会去管的，有张角。明月好心，这边关实行啊，所以把这些垃圾拉下。这边三个红桃，咱们拿两个红桃，当然拿了代劳，代劳就不能开了，一开排队就乱了，只能这个放这，把这个万箭给他，让他出来就行了。借刀的话可以给他，因为那个草人有一把灌石斧，是不是？代劳就不能开了啊，祝融这个乐还是比较关键的，这就是关实行，先亮姜维，再亮诸葛，只能一次啊，限定金。啊，调戏一波啊，调戏掉了一个桃纸，还是不错的。这边天度啊，祝融说哇，我运气怎么这么好呢？那我不知道了，看他怎么打。这些那盘行，没毛病，把三号射死了。反正他不是鼠，爱咋地的。啊，他还给他打个无懈，你打什么无懈？你给谁打无懈呢，兄弟？你他喵的给三，他肯定是想给卧龙打无懈的，这个屌人！你看打个点点点懵逼了，还有咱们有个桃子。这屌人肯定是想给卧龙打无懈的，怎么回事你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想什么呢？能不能别这么蠢？主持人生气了，借刀忽悠了个三尖两刃刀，觉得这曹仁刀忽悠不过来啊。这张合没有杀，好的把人砍了。那他表示猪一样还杀，杀的没毛病。第一按的有可能是吴，第二不是第二，第一按的有可能是魏，第二人卧龙一顿打，又不是鼠。收了就收了，怎么了？他是魏，不是更麻烦？他是个吴国，那他随便。他说是吴国，就随便吧，反正他不是蜀。按着人家卧龙看过了，好，这个人非常生气，二号估计是个吴国吧，要不然如此之生气。好，卧龙在这，不是凤雏在这边，卧龙并不是凤雏，对不对？你刚才你是不是有可能收掉他？大乔、徐胜，行吧，出来。大乔、徐胜整场一直逼逼，打死不听歌，还要九杀，好，行吧。让你收，你不用九杀，兄弟，你普杀也不救的，就算有也不救的，让你收，行吧，这人头给你。哎呀，奸贼害我！然后你就噼里啪啦一顿乐，反正有张合，你就那么回事，你都乐住吧，让他移动不了，行吧，不能都乐，就先乐前面两个，张合愿意移他就耗点牌吧，反正咱们有那个谁，诸葛姜维还也不是那么怕吧。你用兵之道，变化一心，因无常事，睡无常行，一旦牢被偷走了。应该是会去移乐吧，啊，直接把乐移给大乔，对，移给大乔没毛病，省得你再乐。哇，这手牌就有点，这手牌有点好啊，真的是有点好。远交大乔，大乔会拿到那个白银狮子，当然这里有可能要被无懈。哎，外面并没有无懈，外面并没有无懈。国拆桥，他并没有去拆大乔的乐啊，因为他觉得大乔刚才还乐我们呢，管你是啥呢，是不是？管你是啥。大乔你说不定还要乐我们，是不是？谁知道呢？这里不要去杀荀彧啊，千万不要去杀荀彧啊，不要妄图去杀荀彧，这里一定要去杀甄姬，没毛病。杀带头，带个好头很重要，你要是乱杀荀彧，一会儿噼里啪啦各种补牌，然后还得去补荀彧，越补牌越多。这个你看，这个甄姬就是有桃了吧，刚才调戏掉他桃，好，这边再杀，把甄姬搞光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桃全炸光，你非要去顶着杀荀彧就很麻烦。这边这个巴比不知道怎么回事短路了，突然之间短路了，杀也没出啊，这里少出一张杀，应该是杀一刀庞统啊，啊，庞统人家没涅槃呢，杀挨不挨一刀无所谓了啊，当然大乔自己的无懈啊，那他出来生气了，大乔又是这意思就是我搞鼠，我收荀彧，你们让我收行吗？好吧，让你收，不知道是你真没桃还是，反正刚才是没桃，巴比这个聚首了，有没有八个桃就不知道了，好的。这大乔每次都这样，表示先表个态，然后再收个人头，他很舒服的样子啊，好看起来，确实是很舒服，行吧，舒服就舒服吧。啊，当然咱们有诸葛亮，人家乐就乐了吧，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出来，对不对？看能不能搞掉这个甄姬。哎，你随便移，随便移，都无所谓的，可以出来。但是这个谁能不能出来就不管了啊，祝融这个能不能出来就管不了他了。
拿了一张沙，一张止血之笔，过张未知牌，小小娃娃乳臭未干，砍他一刀，对吧？没杀掉，没杀掉就算了。这个祝融能不能出来就不知道了啊，随天而定。难道大乔又要怒收人头了吗？又要继续做人头狗了吗？啊，并不能，手牌不吱声。别凑凑桃子啊，这个人落了一张黑牌，正好可以偷。哇，手非常的糟，好吧，偷走就偷走吧，偷走他这回合应该是不会去移了，只能吃桃子了。吃桃子的话，咱们可以搞加上祝融把他搞定。璀璨星河，果差还不错，祸和开桥，阴阳寸断。他给了这个，给了这个谁两张杀吗？他是准备自己去冰，好吧？他准备自己去冰，那也行吧，自己冰也行。然后杀一刀，然后再挑衅，这样无伤挑衅。他正好还是张红杀，然后再一个决斗，厉害了，我的哥！他由于之前被乐过嘛，有点好牌的。接下来二打二，二打二就二打二吧，也不虚，毕竟这庞统没涅槃，要庞统涅槃了的话就有点难打，因为庞统涅槃了很可能要被打死。他连跑去杀这个大乔，杀大乔有啥意思呢？让人家过牌，随便吧。他可能是想杀中，也杀不中，人家真的什么想琉璃也能琉璃，对不对？又不是不能琉璃，行吧，随便你吧。我个人觉得你就老老实实去杀超人吧，反正尽量干掉对面一个，进入二打一才有优势。二打二的话没有那么大优势。啊，这个大乔说了，这年头玩国战没见过两个会玩的。几年前还好，现在这技术辣我眼睛。那你会玩，你可以来赢一手好吗？你这局对吧，这局也不是什么碾压局，你如果控场好，你是有机会赢的。对对，这什么玩意儿，怎么被冰了，被冰了就那就只能控他的乐了。被冰了就这样吧，被冰了就解了大祝融的乐，那咱们就不出来了。对吧，小小娃娃乳臭未干，反正无伤挑衅还是很爽的啊。只能险中求胜。无伤挑衅，他想把那个刀挑了。因为那个三尖刀还是非常可怕的，好，还是忽悠过来了，也不错。不是大哥，你老去杀他干什么？你就不想你杀芭比又怎么了？又不杀芭比就不行吧？杀芭比猎人赶紧减少人头啊！你这浪费时间呢，浪费蜀国的时间，你知道吗？你赶紧把芭比杀，而且这回和芭比不是有负一马了，杀中还能出大桥，他搞基人啊，是不是？这里拿过差和南蛮吧，南蛮不要吗？他不想要南蛮吗？他怕祝融，这我觉得放南蛮挺好的。这回合为什么没要南蛮？他怕祝融放无脑放吗？终求胜。这关键是，你放了祝融可以不放，你怕被压到一血，祝融可以拿来对吧？猎刃什么的也可以，行吧？慢慢打吧，这个闪电挂起来也行吧？他可能是想要闪电，我觉得，想依靠闪电直接获胜，对吧？毕竟五星诸葛对吧？反正也不怕被劈，远交进攻还好，来了个闪。不顺闪电吗？竟敢不顺闪电，大胆！你不顺闪电，你不怕吗？好，乐住。先乐，先判定乐，然后再判定闪电，然后还有祝融那边，祝融那边是先闪电后乐，你知道吗？正好是反的，所以你要想清楚啊，不要让这个祝融被劈了就行。当然上面没有闪电判定牌，所以你就。他是肯定不会被劈的，咱们把桃子拿到手吃了，老老实实的，贼踏实，对不对？小小娃娃乳臭未干，不被劈就行，把血回起来，反正慢慢打还是优势挺大的。曹仁也蹲坑了，大乔没什么输出，大乔就乐乐乐乐。首先他也不一定能乐中，其次就算乐中了也没输出，所以应该感觉问题不大。攻有方片吗？有你就不能乐了是不是？璀璨苟住，璀璨星河，这个牌又是比较好的牌啊。当然你可以全拉下，就只要个无中铁锁可以拿了，重铸了，防止这个敌方拿到铁锁解了铁锁，是不是？然后无中并没有开出来，快滚回去，叫你主将出来！哎，打他一刀，他没闪，琉璃给了芭比，芭比过了一张牌。行，这个祝融什么啊？一手桃子，一手大桃纸。随便吧，估计咱们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决斗，祝融，你想都扔桃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自己连起来，对，他可以把庞统连起来，这样就可以劈了。反正庞统对吧？结果这个谁跑了？他刚想骂人家跑了，不玩了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而且闪电也直接炸了，
啊，这就非常的 nice 了。祝融掏出你的桃子来，掏出你的桃子来，这个就我还有点懵逼呢。我说发生了什么？芭比直接逃跑，照亮前路。这个芭比是演员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成功的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，这空的心累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朋友收看，节目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